做完啲嘢咧，就感觉好轻松啦。喺度懒洋洋唔识喐咯，因为真系好攰啦。咁咪不如搞个闹钟，俾自己瞓一阵间先。咁醒翻咧，饮啖水啦。咁咪个人又精神翻，休息过之后精神翻，咁就可以咧，又可以完成埋啲佢啲功夫啦。又或者咧，出去公园嗰度跑下步，咁个人精神翻晒啦，翻到嚟咧又可以做嘢啦。如果你一味坐喺度做嘢做到咧，个人咧晕头转向啊，就嗰个效率冇咁高嘅。去出边做下运动，睇下啲花啊，咁样咁就会精神好多啦。我睇落去咧，就真系似隧道嘅。咁我真系唔知佢想表达啲乜咧。我系按我感觉，我就觉得佢画呢度就好似隧道啦，咁样隧道啦。咁外嗱出面咧就系有星星嘅天空嚟嘅。咁可能佢唔系咁开心啦，所以就画咗呢啲图案喺度。咁过咗隧道啦，咁佢坐自驾车过咗隧道，哇！原来系另一个世界喎。呢度咧就系而家现代嘅世界啦，有好多要上网线啊嗰啲咯。呢个门咧好似个脑咁样，咁个脑袋有好多嘢，好多嘢谂啊，好多嘢想做，但系咧到最后做出嚟又唔知点算好啊咁样，所以就好冇力气啦。呢度好有力气，呢度好冇力气。咁当你觉得做完嘅嘢，都是不是那么合心水的时候，那就上网找一下资料啦。你看看原本是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到了，上网很多资料找的，那能够解决问题呢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了。这里即是你很想他可以突破这个难关的样子。是啊，我只腳好痛咯，好想揾張椅嚟坐下先，畫張椅嚟先。腳痛嘛，咁咪可以買膠布咯。咁有錢先可以買到膠布啊嘛，買啲藥水搽下佢啊，咁樣咯。呢啲紅點點代表好痛嘅。我畫呢啲，我收到回應咧，我覺得好開心。佢哋知道用呢個方法，俾我係好好鼓勵。腳好咗之後，去行街，腳痛可以去旅行，去多啲地方，睇下呢個咁靚嘅世界，我都未去過個。飛機喎、去旅行咧就搭飛機去旅行啦。錢問，因為錢可以買到嘢，除咗買到用嘅嘢，仲可以買到食嘅嘢。咁如果冇咗錢咧？咁我哋就買唔到嘢食，買唔到日用品，有錢就可以睇好佢，買啲藥水膠布睇好只腳。OK， 你講錢唔係等於萬能嘅。係啊。點解你覺得錢唔係萬能呢？因為我覺得有好多嘢錢係買唔到嘅，例如心情。有些窮人都可以生活得很開心，當然你沒有錢不行啦，但是你有很多錢都不一定代表。你覺得心情和愛關係我覺得是這些是錢做不到的。是啊，對我來說錢其實就是你尋求快樂的其中一個手段，或者說是
在你尋求你想要做的目標啊，那些同時你成功了那陣，錢其實只是一個額外帶來給你的一樣東西。是啦是啦是啦，但是就不是说真的开始慢慢的这样。嗯哼，你是不是期待有人可以看你演出之类啊？你觉得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啊？拍手对这个的弹琴的将来很有憧憬啊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自己会弹得好，最后一张更漂亮的歌很享受这个表演的当下，大家都可以看着自己。是啊，虽然我很紧张，弹琴的时候在舞台上紧张，好整个人震紧了已经。但是都期待自己会。是啊，但是都笑紧。笑紧。这个是爱因斯坦。你刚才是一个怎样的人啊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很想跟他成为一样好像他那么劲的人，但是应该不行。哦，不过都看到你对未来很有希望，可以说是。是啊。如果 你想形容自己，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？自己一个无可取代的人。哦，现在呢？现在都是。相信未来会非常光明的一个人。一成日会觉得好啊，好像大家去合作啦，同埋咧。了解對方好像跟自己想的東西一樣，那就開心，好像大家多了溝通和了解，即是 我想畫什麼他都畫到出來給我，我都看到這樣，還有我畫什麼他又好像又知道不是這裡要畫什麼，即是比較完美配合的。畫完之後聊了解，其實一面畫的時候都有聊解，同埋有咩心事都可以喺呢幅畫嘅過程之中講出嚟，咁咪好多嘢都可以互相了解啦。所以話有咩困難唔緊要，大家可以互相了解。咁我呢一幅畫係集咗好多人嘅一啲嘅感受啊，或者佢嗰陣時一啲嘅諗法啊，或者佢哋互相之間啲互動咯。咁我自己同佢哋融合咗一齊咯，有一種聯繫同佢哋，想去接觸下佢哋，又或者話繼續透過呢一幅畫咁樣去同佢做啲互動，可以令自己個心都會平靜啲咯，個心都會平靜啲，因為感覺自己遇到嘅嘢嗰陣，可以同佢哋喺呢度講咗出嚟，跟住佢哋有啲反應嗰陣咧，就可以俾自己 feel 到一啲回應。就係見到哇，成幅畫都咁多人參與喺入面，覺得點樣啊？好壯觀啦、啊！因為有好多唔同嘅 element 喺裏面啊嘛，即係好似大家嘅思想都係、啊、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喺一幅畫裏面，好大家嘅諗法都擺埋一齊，好多唔同顏色啊，係覺得可以畫喺人哋嘅畫上面，好似同人合作咁咯。雖然我唔知畫呢個嘢嘅係邊個，畫嗰個係邊個，但係。一起畫的感覺，有一種好像好做 friend 的感覺、friend 是不是好像跟他有了聊天一樣、一起說話、透過畫去聊天樣有了聯繫。是啊，拖手仔。是啊。